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为大家带来放快放纵。秋风啊，经过上一次的努力，是进到同志时代没错，可是还是要用利用地形，利用各种方法，才可以杀掉那些可恶的东西。上一次还拿到这个初级魔法核心和暗宝石，哎，哇，还灵魂杀，这个最近这个都先用不到，对不对？先把它存起来，暗宝石，哇，一口气就掉20，初级魔法核心一口气掉22个，会不会太多？先把这个存起来，好不好？存好，存好。啊，这些稀有资源都存着，我觉得很稀有啦。然后这个毛，这些不需要的先带在身上。我怎么带这么多垃圾在身上啊？来处理掉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用不到的垃圾就丢到旁边。这个原始残毛丢掉，这个不知道干嘛用的木棒。然后一些皮革装丢，我丢，我丢，我再丢，丢干净，丢好，剩下的好留着。接着继续下洞窟，不要，我应该要多挖一点铜矿，对不对？或是甚至要继续往下一阶段迈进了。只有铜矿不够啊，我看一下我身上哦，我看一下下一阶段只有铜骨剑。铜骨鞋，新尾兽的鞍，矿石探测机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矿石探测机，木质升降轨道，好像也不错，看来要先想办法升级哦。升级最好的方法，应该不是挖矿啊，应该是杀怪，对不对？升级最好的方法。那我先做一些弓箭，去杀三角龙。我那三角龙的矿陷阱可以继续的用。来到这里，三角龙的坟场有没有中？没有。有中了，冲过来喽！再补一箭给你，冲过来就冲过来嘛，没在怕的啦。没在怕的啦，来啦，死吧你！我们又要连续的射击了，这里就是为你挖的，好不好？你安心的去吧。我会不会以后杀完了之后就没有三角龙可以收服了？三角龙要几级？我其实觉得收服三角龙好像也不错，三角龙你看血这么多，好像可以去为我打一些人，对不对？射了30只咯，一直射在三角龙的颈部，32只，不知道它可以撑多少只，我努力的射好不好？它血喷成这样，应该快死了，36了，我只剩下最后十几只了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我记得一只，你想跑到哪里？不要跑，可以了，果然击败一只就升级了，真好。升级之后可以做这个，木质升降轨道、升降梯、麻绳才可以使用哦。于工作台制作，我做了之后是不是就不需要到矿坑里面？是不是就不需要走楼梯了？可是我最近才把这个楼梯弄好，看这里，走楼梯下来好像也很顺，就这样走到这。然后再这样，呦，哇，我连这里呦都弄好了，你看一直呦下来，呦，哦哟，这里有一个史莱姆应该弄不死我吧？史莱姆，你要跳去哪里？你不要跑，上一次有那个丧尸帮着你，这次没有了吼，看你往哪逃！哎咻，戳死你！我好像在欺负他哦，戳死你，不管呐，看到就要杀。嘿，哎咻，我从他背后杀，
欸，他开始狂喷血了。欸，我换了这一把长矛好像真的有比较强欸。哎呦哎呦，还是我心态变大胆了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哎咻哎咻，石油石油石油，史莱姆真的有石油，一桶石油。哎、欸，真的有石油欸。哎、欸，原来石油不是跟他们拿的哦，是去打石油史莱姆。哎呦哎呦，我有点觉得神奇。我先去炼一下石油好了，来点火，石油一桶。我有哦哟，炼出什么？石油一桶，炼出汽油，汽油，汽油欸，汽油是什么？汽油从石油中提炼出来，工业时代必备原料。哎呦，工业时代、欸，啊，我现在还不是啊。工业时代要30级以上才叫工业时代，之后就有手枪瞄准技。哇哦，工业时代，好快哦！我看一下有没有更强的武器哦，等着我。好像也没有哎，先升到这个好了。我真的很想看一下那个矿石探测机能探测到什么，不然活得真的有点辛苦。哎、欸，秋风升到29级哦，哇有哇有，增加我的伤害力好了，不然伤害不足啊。看一下哦，29级矿物生产矿物探测机，来学习要怎么做矿物探测机。哎、欸，要火药哎、欸，啊，好麻烦哦。矿物探测机要怎么？矿物探测机，如果你想要探测矿石，放到探测包包左上角探测栏后，然后放入煤矿就可以开始探测。如果探测指定矿物，显示灯号；如否则，红灯。啊，听不太懂哎、欸。指定矿物先做出来再说好了啦。哎呦，建筑物。制作工具，矿物探测机需要火药粉、石英4个，铜锭20个。石英，石英是什么鬼东西？石英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看一下石英是什么。玻璃，由沙子烧成玻璃。这个铁锭应该是铁矿烧出来的。银锭，哎、欸，没有什么石英呢、啊。石英，这个波应该可以做出火药粉，对，火药粉，火药粉用碎石就可以做了，制作100个，好不好？火药粉100个，有了火药粉40个火药粉，还有20个铜印和4个石英。好，我今天就想办法找出来石英是什么东西，我至今不明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硫磺哦。哎，这神奇的东西原来是硫磺哦！硫磺可以做一些火药要用的东西吧，子弹之类的，感觉好像是好东西哎。上面还有，挖回去。总之不是平常的石头，就觉得它是那个神奇的矿物啊！挖挖挖挖挖！哦，有小银在这我身边，没有不挖的道理。这样子有可能。可以继续挖就有石英了，嘿嘿嘿！秋风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把这一只丧尸困在这里了。哎、欸，都快死了。哎、欸，可以报仇雪恨了吗？当年你怎么打我，我现在全部戳回来。哇哇，他在面壁耶，感觉好爽哦。刚刚打他打到快要差点快要挂掉了。现在终于把它关本兽了，地形杀、啊，利用地形把它围困在这里，等它死。你刚才还蹲啊？谁蹲你蹲下来的？死，给我死 ！Yes， 击败了，我击败瘟疫丧尸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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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等，瘟疫丧尸让我中毒了！哇天哪！什么鬼啦？哎、欸、哎。欸哎、欸，我不甘心啊！
我不甘心，我回来了，把我的物品还给我啦！想不到我竟然是被他的毒液得弄死的，真是有点不爽啊！真是有点不爽哎、欸！等一下把东西还给我啊！嗯，这个我要了，这一箱我要了，按摩石、魔法核心啊，我都要了。我主要来这边是为了之前我在这里哦，光芒又射进来了。之前我在这里有看到其他不一样种类的石头，我想要来挖看看。哎呦哎呦，哎呦，挖开来，哇，好多不一样的东西哦。主要是想挖这一格啦，这个是什么？大理石。哎，大理石哎、欸，原来这个就叫大理石。那旁边这个就是我的铜矿嘛。我要20个，通通给我。哎，这个绿绿的挖不挖得起来啊？哎，挖不起来哎、欸。这个绿色的也挖不起来。哇，好多都是铜镐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哦。铜镐的力量有限啊，铜镐力量有限。我看到现在看到好多矿物都挖不起来哦。哎，升级了，30级了，挖矿挖到30级。哇哇哇，继续挖继续挖，还有很多铜矿，感觉好爽，继续挖就对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矿？这一个是什么矿？银矿哎、欸。我连铁都还没挖到，挖到银矿了。银矿跟石英听起来也蛮接近的嘛，好不好？给我石英4个就好了。我想要做矿固探测机啊！哎，我太重了。他说我太重，无法跳跃。我要丢掉一些东西哦。丢掉什么好？丢掉一些石头好了，好不好？丢弃物品，丢弃。这样子应该可以回去了，我太重了，回不去了。挖太多了，好好好，回去回去回去，既然挖太多了，该回去了。把该烧的东西拿去烧一烧，点火，全部烧制，全部烧制。这些目前用不到的都放到那个箱子里面。哇哇，杀了2只。哎咻，还有什么大理石？哎，还有这个灵魂沙都放进去。我觉得我身上石头实在带太多，就是因为这个太重吧。石头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些东西哎，竟然分开放，这样不太对。趁着上面再挖，继续的开采，继续挖。这个我也挖不起来说，这个黄色这一块，这个应该是金矿之类的东西吧，反正我总之我也挖不起来。我发现我好多东西都挖不起来哦，而且，哎，目前这里的高度显示在下面呢，48。哎，其实我位在的位置还蛮高的，哎，我应该要继续往下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越到底下好东西就越来越多？还有红色的东西挖不起来，真的是好东西越来越多哎。而且我到现在还没挖到铁矿，继续往下走好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现在发现大理石也没很稀有。我当初为了挖大理石，这样子一直跑来跑去，好像也不太对吼。大理石也没有很稀有啊。我的反而倒是铁矿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挖到铁矿哎。铁矿反而蛮稀有的。这个是不是铁矿？我有时候分不清楚铁矿和银矿到底差别在哪里。铁矿应该是比较褐色的吧？谁知道呢？这里24了。哎哎哎，这个是铁矿了吧？哇哇，哎，铁矿原来长这样啊！这个是铁矿了吧？哎，是哎。银矿就是比较少量，一咪咪一疏疏。哦，铁矿原来长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很好很好很好。我现在连铁都挖到了，哇，就差石英了。我感觉再往前挖一点就有了，在我到地底之前，19格了。哎、欸，好像到了、哦，
这一格，哎、欸，我好像挖到底咯，不可破坏的基岩，挖到底咯，哇哦！哎、欸，我现在在哪里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应该是挖到，没有。我在想说，会不会我一直没有挖到石英，是因为在这一块新手草原本来就不会有石英呐、啊？要到什么沙漠底下啊？毕竟沙子可以烧出玻璃，这样子有没有可能？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好亮哦！哎、欸，这个是石英！哎、欸，才刚说完，刚说完就挖到了，我挖到石英了，我可以做矿物侦察机了！哇哇哇哇哈哈！这个挖不起来，好，挖不起来算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哦，果然是挖到最底下就有了。秋风回来咯，把我努力许久的东西通通都放进去烧，可以烧铁锭，可以烧那个金锭、银锭，不是金锭，银我挖不起来，还可以烧哎、欸，没有铜矿石，我没有挖到啊，这么可惜哦。那我现在有石英，石英加铜锭加火药粉，我要去拿火药粉，火药粉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做，哦哟，有31级哦，我就可以做我的矿物侦察机，可以了，制作一个矿物侦察机，放在家外面可以吗？其实这里可以可以哎，那就放在这里好不好？先放一台试看看，打开物品栏，这个是将你要探查的矿石放到探测矿物机的右上角，会分析，就会开始探查了。假设我放煤矿，煤矿放进去有吗？还有放吗？哎，没有，这个要放置燃料哦，这个是燃料啊。那我要探查的矿物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探查的矿物都拿去烧了。哎，焦豆。焦豆，啊，焦豆，先拿一点出来，停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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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拿出来，灭火，灭火，不烧了，不烧了，我先把这个铁拿出来探查一下，哎咻，哎哎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东西太多了，东西太多了，我是不是要多做一个箱子啊？不然我都走不动嘞、欸。东西太多，走不动了。多做一个箱子，制作，做一个够吗？我好像也只做得起一个，木头不够多。把它放在工具箱旁边，工具箱放在这里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，这个工具箱我放歪了、欸，可以拆除吗？我再重做一个，怎么会放歪了？好咯，来制作啊、哦！这一次绝对不要再放歪了。旋转，放在这里，可不可以再做一个、啊？哎，可以，还可以直接做两个放在这好了。来，放在这，然后打开来，把我的那个工艺用品硫磺，好，硫磺也放在这。这个还没有烧的矿物放在这。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去探查一下铜矿石啊？哦，这两个是要探查的，把那些。金属制品先搬过来好了，来探查咯，把这个放在这里嘛，把要探查的矿物放在这个角落，然后开始探查矿物。探查如果有的话，就会显示绿灯；没有就会显示红灯嘛。我刚才是这样子觉得啦，刚刚是这样看到的。探查完了吗？有吗？剩余时间54321。他就会在这个范围内探查，是不是？这个范围，这个范围，你真的找得到吗？找完了，它显示什么灯？哎、欸，这是黄灯还是绿灯？其实，哎、欸，挖出来了，你显示什么灯？你有显示什么灯？还是没有？没有矿物了？再探查一次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在他探查的时候，
还要几分钟？四分钟？哇，好久哦！还要探查四分钟？那我要干嘛？我三十级了，我应该可以做一些其他事情，对不对？我三十级了，我看一下哦，工艺用品，哇，这里全部都可以做嘞！我有蜡烛帽。蜡烛嘛，前方插着一根小蜡烛，提供简单的照明设备。蜡烛帽，淡水炭硅胺，哇，止血剂、活力剂、简易滑翔伞。哦，还有什么东西？驱虫药。巨猿吊桥。抓住你的巨猿，在这个建筑物利用他们的巨大力量启动这个吊桥。巨猿吊桥，小冰柜，很好的储藏易腐坏的物品。哦，迅猛龙的鞍，我表示我可以驯养迅猛龙，驯养三角龙。哎呦，好像很不错哦。新尾兽害鸟的鞍，表示我也可以收服害鸟。还有这个铜骨剑。我可以打造更好的剑，是不是？铜骨剑、铜骨鞋、铜骨剑，还有避雷帽，什么东西啊？先打造这个好了。铜骨剑，我看看铜骨剑要什么东西哦。初级骨片，初级骨片要杀谁？你被杀谁才会有？哇，目前没有办法做铜骨剑。这个机器红灯啊，红灯表示什么意思？红灯表示没有用的意思。我再看一次好不好？再看一下它的说明。如果指定探测指定矿物显示绿灯，红灯则显示没有，应该就是没有东西吧？哇，所以这整块都没有铜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吧？那关闭咯。而且，探查一次，那个什么煤炭消耗好多哦。目前都红灯啊。感觉好没有屁用哦，这是什么烂东西啊？消耗我的煤炭的哦，这什么烂东西啊？光闭矿石啊，没有用的东西。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了，我感觉我被骗了。